台湾的玩家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倚天屠龙记手游的策划负责人，然后很高兴呢我们的产品再一次能够在港澳台与大家见面。倚天屠龙记是我们第二款在港澳台上线的MMO 产品，也是金庸先生的一款大 IP 作品，所以我们力求每个细节都做到精致的体验。我们在战斗中融入了浮空连击、盾针还有抓取这些动作游戏中特有的战斗元素，力求做到最好的战斗体验。这个其实在 MMO 手游当中是非常少见的。我们为了更好的体验打击感，更好的模拟物理效果，每个角色精心制作了多达十几种的射击动作和射击特效。在武学上，我们特意制作了心法系统和各门派各式的武学套路，玩家可以通过搭配心法和武学来实现自己心中的大侠梦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玩家可以用九阳神功发动龙爪手，也可以用乾坤大挪移发动太极剑。玩家可以在各式的搭配当中实现自己行走江湖的梦想。我们的游戏一直强调多人的交互玩法和团战，希望给大家带来非单机的体验。比如说我们制作了团队瑞德本，大家可以呼朋唤友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并肩作战，以八人去挑战光明顶，去挑战武当山。另外我们也制作了帮会争霸、阵营团战这些多人的团战玩法，大家可以在其中体验到热血战斗的快感。如此重磅的 IP 和宏大的武侠世界观自然不能轻易的描绘，我们研究了诸多游戏的风格还有影视作品，然后加入我们自己对武侠情怀的理解，并结合当今年轻化的时尚流行趋势，给予角色鲜明的特色和时代感，逐步诠释了这部武侠游戏的美术风格。越著名的角色越难设计，既要有一定的辨识度，又要符合游戏角色的设计要求。张无忌的设计应该是突破比较大的。张无忌的服装为了符合手游的需求，做了大块面的剪裁设计，简洁设计风格。剪裁也更像现代的时装。周芷若的造型更像仙侠游戏的风格。这个角色也是我们费的精力最多的一个。因为想强调它的超凡脱俗，所以修改了很多次，最终的设计是以简洁的线条和简单的白色为主。赵敏因为是郡主，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既要有一定的美丽华贵，又要有一定的韧性，所以这个角色走的弯路比较多，不过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其实手游呢，开发周期比端游更短，而我们团队要追求最精致的设计和最精致的体验，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开发压力比端游、页游都要大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其实经常加班到深夜，但是为了我们保持良好的持久战斗力，我们要保持身体健康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在深夜继续在健身房进行锻炼。再举个例子，还有一次我们通宵加班去赶版本，那有一些同学其实已经非常累了，就趴在桌子上已经睡着了，但突然听他大喊一声九阳神功，其实特别的有趣，我们当时也都是会心的笑了起来。很高兴倚天屠龙记能够在台港澳上线与大家见面。倚天屠龙记等你来战，感谢大家支持。